附身怪物将灾难从北境半岛一直燃烧到王都。艾丽娜跟随叔叔一直在周边抵抗，但局势却急转直下，迫使他们退入城区。你得先……我完全没有想到，这怪物还懂得利用战术。唉，是我们小看了这些怪物，跟北境的时候相比，他们的确变得聪明了。找到适当的角，这里到处都是怪物，王都的情况不容乐观呢。没想到他们的速度会这么惊人。我无法这么做。注意！呀！啊！有人！不要管我们了。无意义，怪物正在围攻上城区，快去阻止他们。什么？已经到上城区了？那就糟了，快走，我们顾及不了这些士兵了。这么庞大的怪物，小心点，千万不要莽撞。我知道。呀！呼，接下来我们得把城墙稳固好才行，但这样总不是办法。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艾琳娜，听着，外面的形势太糟了，我们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等贝洛德的援军。我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。我们失去了北境，那个历史悠久的半岛，神域护卫者们在那里耗尽了他们的勇敢与忠诚。换身行的，希望你准备好了，朋友。强大的战。
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神的光辉将指引你们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年轻的只会让胜利远离。听我说，这些火，再看看摩丁堡的头顶，震荡不安。他抬起手指向窗外。你有几成把握，艾丽娜？相信我，那就是我们该。不，我指的是这次行动的把握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不能再这样保守。艾丽娜的心情显得紧张而急。我们必须得这么做，请你相信我，威尔。哦。威尔萨克不再提，他兴奋地环顾四周，脸。我们拿起手中的剑，不再团缩在那脆弱的外壳里，因为奇迹不会眷顾毫无作为的人。快到东村了，想要去河对岸，那里的船会派上很大用场。哦，好极了，希望我们还能赶得及下一班渡船。用不着那么沮丧，在东村我们肯定能找到能用的船。你太弱了。好几艘船，半截没有。别着急，我在想，那个拿着盾斧的家伙不会轻易地放我们过去。那你躲藏的时候得找个好点的地方，可别妨碍到我的斧子了。有意思。不畏恐惧，我们必须战胜黑。在这里，这次任务危险重重，请务必小心。艾丽娜一行人在东村展开了第一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是你家族的发源地。家族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你该闭嘴了。盘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但愿我们修理的速度能。我没听懂。东新的一波怪物便有。
把涌入村子的怪物都驱散掉，否则我们没法修理船只。还有伊莎，以后别再提起那个姓斯图尔特的异教徒。好吧，我尽量记住。感谢诸神赐予我们胜利。战场上需要冰雪的魔力很难驾驭，质变与量变，没有信仰则没有名，神的光辉将指引你。董村反复的战局终于有所平静了，士兵们威尔艾丽娜注意到了在原地发呆的威尔萨克。我们的精灵王子在做白日梦。我只是闪过了。嗯哼，处在半球。这是啊，谢谢。好了，上船吧。艾丽娜的队伍修，他们士气高涨，心。快看看港口。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等礼遇。啊，又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怪物，真是太糟糕了。你被冻僵了。
你被冻僵了。感谢诸神赐予我们圣爸，都是些杂鱼，什么时候能来点刺激的？别大意，摩丁堡已经很近了，那里的怪物随时都会过来。哦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我早就迫不及待了。会指引你的方向。希望你准备好了，不用。保卫教会，神的光辉将指引你们正确的道路。艾丽娜的计划进行在攀登上一眼望，真没想到，这里是墓地。威尔萨克知道伊莎杜拉的。
有意思，看看那些古老的祭坛与魔法，显然他们是用这个来控制活尸的。这种恶毒的魔法根本不该存在于世，别傻愣在那儿，我们该干活了。哦，当然，当然了，祭司大人。感谢。我下，你们该冷静点了。美丽而强大，有备无患。不用担心，神会庇佑我们。